你不该觊觎他，火种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，特别是你，叛徒，我绝不会让火种落入军团的手里。 Oh!
不用惊讶，当我拿到火种的这一刻，一切都变了。我现在拥有的力量足以将整个军团赶出火炬城。你才是那个想把火种占为己有的混蛋！火种只有在我手中才能发挥它真正的价值。愚蠢！蛰伏多年，大业将成，我疯了！来吧！ 就让昔日的无名小卒对战当年的王牌骑士，我会成为火炬城的英雄。你们都忘了六年前的耻辱，火种是我的。 我将代表荣民彻底击溃军团。 就让你见识一下火种真正的力量吧！再也不是当年了，我再也不用跟在你们这些驾驶员的背后擦屁股了。别说是你，就算是西塞罗也不可能战胜现在的我了。来吧！蜀族天生就得扮演弱者吗？啊！ 起来呀！放弃吧，杜三。这庄稼救不了你，也救不了火炬城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什么也不知道，你什么也不知道。只要有火种的力量，我就可以战胜你，战胜西塞罗，战胜军团。
最后的机会，放下武器！混蛋，你杀了他，一错再错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六年前军团降临，农民倾尽全力，也只不过将失败拖延了几个月而已。 本以为肉体脆弱不堪，农民根本无法保护自己。就算能侥幸击败军团又如何？威胁还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。然而火种改变了一切，从现在开始，农民将无所畏惧。为了此刻，我已经付出了一切，替军团效力。 我被称为叛徒，我甚至亲手夺走过同胞的性命。我从没指望你能够理解我。先驱者永远独行于黎明前的暗影。时至今日，来吧，老友，用实力来说话。 我知道，你对这崇高的理念毫无兴趣。就算是你，也绝不能退路。看枪！ 铁镐的球衣，之前的骄傲蒙蔽了你的双眼。从灾难中生存下来的物种，向来都不是那些最有骨气的。我伟大的计划即将完成，你阻止不了我。
你想要保护火炬城，却不愿改变火炬城。火种才是火炬城可以依靠的力量。从外面来变强，放弃了最重要的东西。 真正的疯子，老友，下面见。